大家好，感谢你们给我时间，让我在这里感谢每一位教练、老师、朋友和领导。今天我还要感谢一些之前没有公开感谢过的人，感谢我的偶像孙杨老师，你的伟大至今还在激励我前进。感谢每一位对手，感谢你们的挑战与碾压，尤其是朴先生，我在广告里挑战你，你也没有生我的气。感谢屈百鸣、戴雪松、洪培健医生帮我战胜伤病。感谢助理小辉，虽然我认为你还是没我帅。感谢我的粉丝团，感谢你们的每一次接机、每一份礼物、每一点关心。感谢屏幕前的你，你们的鼓励、支持，甚至质疑和批评，帮助我成长，让我一路前进。感谢爸爸，感谢你把身高和帅气遗传给我，也感谢你为我烧过无数顿四菜一汤。感谢妈妈，感谢你的呵护和严厉，感谢你当年对我说，爱游泳就要留在你。2016我将出征巴西，也希望你们继续用你的热爱赞助每一度热爱。